大家好，我是红毛的，欢迎回到红毛 Dora。 今天我们要来玩吉拉拉米亚啦。好了，砍死波斯人。
老师，老师，啊，哇，他觉得你会让你的妈妈发现你很强，看见你的妈妈如此强悍吗？好吧，你会对你的选择后悔的。哈哈，你呢？破台了吗？破台了吗？ It's probably hard for you to see me like this. 应该很，你能够这样看到我应该很难。我的女儿啊，你对，等一下，我查一下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所做的一切让妈妈真的非常的钦佩，让你妈非常钦佩。但很不幸的，我不能够复活。我选择成为这个世界，这个什么世界？这个 event。最后的，为了最后的 recreation， 我成为，我为了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种修养，修身养性的那种东西吧。然后成为了这种用这种神圣的牺牲方式，我们不能够 what？ 不对啊，出现太多太难的单字了。disobey， 我们不能够违抗神的意志。这个事情一旦被决定了，就不能够再让他回头了。我很抱歉，我知道你很痛苦。但拜托接受这个从你妈身上来的最后一个礼物，我爱你啊！我变成灰了，是不是开头画面了？就这样，我挂掉了，我挂在两棵树中间，就这样，伊莎多拉这样挂掉，这样结束了吗？哇 ，test， 伊莎多拉多拉丽娜，伊莎多拉多拉丽娜，拉卡尤基没遇到的角色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下影片底下的喜欢，并订阅我，来支持我做更多新的影片哦。期待在下一部影片与你们相见。我是欧莫达。拜拜。